而究竟我到底是不是疫苗认证的年轻人呢？其实呢，我是保留这个答案的，因为我还不清楚到底明天状况会怎么样。尽管我现在是头晕的，然后又因为 mRNA 是第二剂的时候副作用会比较大。但是呢，你也知道嘛，有些网络上的网红啊，他就是拍的这个什么 COVID-19 的，然后什么发烧起来，也要发烧，就是发烧了，然后还硬要拍片，这个人真的很糟糕欸，那个网红医生真的很糟糕，我必须要讲一下，太浮夸了，我们真的不可以这样跟他学哦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来扮演一下那些疫苗认证的年轻人究竟会怎么样呢？你知道吗？现在是凌晨2点钟了。我今天打疫苗，我发了高烧，你看啊，我整个发热呢。但你知道吗？我还是要拍片，为了广众广大的，粉丝们，你知道吗？拍片就是我的生命。虽然我发烧了，我现在头脑很晕，已经进入到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了。我想，我不是疫苗认证的年轻人，我应该是疫苗认证的神经病。